美珍，然后今天有一种很大的，就是很我来到这个路上，我觉得很有一点兴奋，然后因为这已经是四年了，然后回想到当初第一年的画面，然后一直到现在有很大很多的成长。可是重点是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的主角就是一些弱势家庭跟育幼院的朋友，然后其实就是希望他们每一年，因为有很多人在关心他们，然后希望他们不只是可以看到很棒的演唱会，很多的艺人的表演，然后也希望他们在那一天开心之余还可以留在他们心里的爱。我觉得这个爱是要放一直永久的，不是只有那一天，让他们思想每天都有人在想念他们。这次能够再参与，我觉得非常骄傲，为自己骄傲，也为 Youmin， 然后为红星智慧，为 Pop Radio， 然后还有 Coco， 就所有参与的人，大家付出心力这样子。然后这次活动很棒，大家要多多关注。那我非常荣幸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因为我觉得帮助这些人，当艺人的可以做公益活动，我觉得很棒。大家好，我是 Queen 魏如云。那去年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是被台下的那些人的很感动的眼光然后吓到，然后我觉得有命真的要谢谢你办这个活动，因为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很多小孩子需要人的关心。那我觉得就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可以把歌声带给他们温暖，那我们就尽量的做，让他们知道这世界上有人真的很爱很爱他们，希望他们都能够更爱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真。那我也是第二次参加这个爱在星光，我觉得用我们自己小小的力量，然后转换成大家看得见的爱，去更关注这一些需要关心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响应这个爱心的活动，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潘嘉丽。其实这一次是已经是第二次参加，那要非常感谢游命，因为是启发人，所以才有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我可以参与，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也觉得自己可以出一份力，然后让小朋友都很开心，我觉得这非常感动。希望我们在台上的表演可以带给他们非常多的欢乐，也希望那一天的表演可以让他们一直铭记在心。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凡，那也是谢谢游命这一次能让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子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呢也很开心可以第一次参加，然后就可以参加到这一次是最目前为止最盛大，对对对，第四棒最盛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晚会活动。当然大家都唱得很好，其实我心里面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这一次这样子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可以让小朋友都过得很开心，然后来看的人也很开心。